一声欢迎谢怡君来个报道，来报报。Hello， 所有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怡君。好，怡君今晚来面进行台语的快问快答喽。好，每一个题目请到五秒钟内底用台语回答。啊，五秒啊！是，来头一题，今日中午吃什么？吃便当。一天困几点钟？哦，十二点钟超过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台语安怎讲？世界两个无放假才有。请唱出歌词当中有报道的歌。报道漫步，漫步报道。今麦伫倒一个电台？报道新声。请用一句话形容你家己。水甲白净。今麦心情是啥物？最近点？用台语念出十二生肖。七二五三好四土五六六十七八九阿伯都袂记得啊。歌坛当中，甲你感情上好的人叫啥物名？淡水。请唱出伊的歌，请唱一条伊的歌。鹿港 style， 哦哦哦，鹿港 style 真正功夫。机器人上爱人叫啥物名？陈随意。机器人，我也只能这样讲哎。陈随意上爱食的物件是啥物？哦，伊上爱食青菜啊，炒面啊。你的粉丝页全名是啥物？谢怡君粉丝专业团。用台语念。谢怡君粉丝。专业团，请唱一条你家己的歌。啊，思念彼日陪我的爱，哪经过风岛？最后，为什么我要甲所有朋友讲嘛？要祝福大家在2017年赚钱赚到叽叽叫！